colored murals in Lowry's tomb dated to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in Jingzi of Taiyuan are of great value in art, culture,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When appreciating the murals, people can personally experience the infinite char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ainting art.楼瑞这个人呢，据史书记载，他非常贪婪，而且呢，也很抱怨。但是他辅佐高欢为高欢的江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所以呢，他本人后来被封了一长串的官职。现在我们看到楼瑞的墓葬虽然经过盗掘，但是呢，也依然保存下了大量精美的文物，比如说右陶制作的非常的精美。另外呢，最突出的就是他留下的200多平米的墓葬壁画。楼瑞墓的壁画现存下来的主要有两大题材，一个是墓主人的车马出行和回归图。 另外一个就是表现墓主人升仙为主题的内容。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目前楼瑞墓壁画当中保存下来最精美的一组画面，中间是鞍马出行图，两边是导引图。首先，我们来欣赏一下中间这幅构图，它整个的线条是非常的流畅。我们可以从这个马的鬃毛和人物的 服饰的这个褶皱上能够感觉到线条刻画的非常的细致入微，颜色非常的丰富，特别是这种颜色的晕染，整个这个构图下来以后，我们结合它这个线条，能够隐隐的感到这幅画面有一点点那种立体的感觉，所以呢，这就是它整个工艺水平比较高的一种体现。楼瑞墓的壁画现在已经成为 我们教科书籍的这样一种艺术表现形式。2002年，楼瑞墓鞍马出行图壁画以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被列为首批禁止出国进展览文物之一。楼瑞生前贪图钱财，生活腐化，所以死后也要将生前富贵豪华生活带入到另一个世界享受。而也正因如此，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千古谜团才得以拨云见日。 这或许也是历史之所以迷人的一个原因吧。